哎，刚设定 WiFi 啦，爸突然找我说设定 WiFi 什么的。机器人不是要那个吗？开台才有吗？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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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啊！上厕房间。还用跑得回来？来吧，没有啦，本来我也不知道玩什么，想说，哎，不对，我们好久没玩日麻了哦，那还是不要玩日麻好了，这样子。对，要开台后机器人才会跑了。奶奶。欸，小玉魔力宝贝要重载哦，不是重载，你可以去看一下更新，它要覆盖过，然后应该在3天之内把你带到34等之类的吧。哦，孔老大，好久不见。我本来是想说，不然来玩个好玩的东西好了，可是不要这样子受伤的总是我，我还是不要好。我想说，特别规则吗？目前就是还是先抢一个吧。我也不知道哎，然后还有什么？哦，我刚刚讲说，只要我被击飞，我就唱一首歌。我说不行，这样会被针对，不要好了。可是我昨天跟团团他们玩，我的牌运超级差哎。明天早上10点，对啊，真好，你都不会玩，玩什么？不会就要学呀、啊，不会。对，小料吗？Hello，Hello，hello. 那念料对不对？闪闪台的，明天不是三档封测吗？是啊，但是你可以去看他的那个奖励。那个30等的话，有那个封测勇者的永久称号。你这账号被我打，都你来！我看我真的很烂呢。对，我念路哦，对不起。好，我会念的，小路。烂到真的是快哭出来了哎。对，他有那个30等奖那个称号奖励，想说哦，那就至少拿到称号再说啊，对不对？然后陈浩也爽啊，2只30等很快啊，你相信我，也不是说很快，就是你只要会的方法的话，就真的很快。昨天是不是有2场深夜台？没有诶，我昨天去睡觉了，怎么会有深夜台？有没歌真的好无聊哦，听一个歌好。加倍真的是还好啦，重点是你要会练等的方法。啊，通常这个方法是真的只有玩过的人才知道该怎么玩。那个深夜台真的是也是误会一场。那时候在玩的时候，本来想说闪闪，然后自己开自己的，然后小光看到上线，然后应该是自己开自己的。然后是有人跟我讲说隔壁在玩，我想有两个人在什么勾看不懂，然后去看了一下闪闪台，啊，两个在玩这个意思哦，练等地点之类的，不止练等地点，还要有一些小 paper，要走后门之类的。他们在团体战，就我觉得我不该介入他们的啊，因为他们不在赌东西吗？啊，什么4比3啊，4比4啊，5比3啊，什么5比4？
场外应该还没有，刚开台，所以现在还没有场外。对吧、啊？单纯在避开啊，我还在那边乱。连创甲要点什么都好啊！你喜欢近战就全部点攻击啊，喜欢法师就全部点魔力啊，是这样子啊。我风色会跟啊，会开啊，所以我现在才开台啊，让自己累一点，等一下去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剪个片，然后再来魔力宝贝。所以早上十点可以，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看我的台。什么？没有，他就单纯是力量，就力量就对了。然后敏通常都是力量满，然后敏捷十体力五，或是敏捷五体力十也可以。不是最好笑是刚我爸直接叫我名字，还有没开台，叫我下去帮忙设定 WiFi， 干嘛啦？我干嘛啦？现在游戏的能力原来那么简单？什么现在游戏？那是以前的游戏啦！现在游戏，那是以前的游戏，以前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困困难难。哦，这样打要被小鱼骂了，小鱼不要生气。然后后来我修罗场结束之后，我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不喜欢人家栗子的时候变成杠。我想说，嗯，那、啊、就修罗场玩开心就好，就是杠啊。叫你不要生气。思考配点哦，也是有啦，只是没有现在那么麻烦。那其实魔力宝贝最没有用的技能就是防御点，防御这个技能，这个点那个天赋啦，防御天赋这个在里面一直以来都是很没有用的天赋。怎么说嘞？因为你防御可以靠装备撑嘛，然后你干脆就是力量点到满，然后敏捷也点高一点，就是。怪摸不到你这样子，哭啊！没有啊，你要点也可以啊，你就是打怪不痛啊，被怪打也不痛啊，就是看你要怎么选而已啊。要上班，上班加油。对耶，好想尿尿哦！刚开台水喝太多了。等一下我摸到这个，我大叫给你们听。
好，你叫好。好想尿尿，怎么办？没有啊，主要防御这个东西是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特地去点的。小鸡鸡，快点啊！然后，就像忍者好了，忍者就是不能穿衣服嘛，不能穿衣服就只能靠点防御天赋这东西上去了。但是点防御真的效益真的也没有到很大，你就真的是干脆是拼敏捷跟力量会比较好，因为你速度快，然后怪打不到你，然后你又先出手打怪的话，优势一定比较高嘛。啊，你就不用那种被动要等怪打你，啊，就怪打你又不痛，就真的很没效益。昨天看闪闪玩，哇，他的八牌员对他太好了吧，三个然后两个眼都已经好了，就让他慢慢凑，讲些色色的事情就不会尿了。哇，你讲的好合理哦，怎么办？完全没有反驳的力度。讲些色色的事情，什么色色的事情？哦，刷到色色的事情就那个啦。欸，小玉，我应该会带你先学变旧职。欸，我们先不旧职东西嘛，就是旧职采集系，我们可以靠走后门去设定这样子。安巴，就是很多你是战斗系嘛，啊，可能 NPC 又跟你讲说。你既然是战斗系，你就是很强才能让你通过啊！我们就不要当战斗系，我们就当弱弱就可以通过了，懂意思吗？当个小嫩嫩，我们就可以走，花点钱走后门这样。然后你也别想先，你也先别想要当那个啦，那个传教士，因为他会封测嘛，那就干脆都是玩战斗系，那就好好的打怪，直接过，直接轻松玩。但明天要上班，我知道啊。我都知道啊，我知道，知道就好。还有要控伤的游戏啊，这就不要一直提其他游戏了。你再提其他游戏，我再把你ban了哦。从刚开始就是不想要让你一直提其他游戏什么鬼东西的啊，这就是魔力宝贝没啊，再提提提提提，等下我又走心啊，又把他狂讲对不起什么之类的。那弓箭手伤害也提高了啊，气气啊，给你啊。魔力宝贝啊，就回合制战斗是有什么操作啦？操作通常操作就只有打 PVP 跟打王而已啦。我讲到真的是头越来越痛了。抓剑系宠物，我跟你讲，你不要现在抓，等之后
之后再抓吧。你现在抓，他封测删掉，你又会哭。很危险呢、欸！我不敢打条子啊！封印师不能学乱射啊，乱射只有两个职业可以学啦，弓箭手跟士兵啦。别剧透你啊，不要想了啦。还好好好简单，来来来，你教我怎么打，快点，现在马上。要打错你又生气。你不要，他打错还没生气。你什么时候生气了？有啊，你生气气过哎、欸。都我在说，哪有我在说？都你在做，痛！看一下哦，小鱼那个药丸有够大颗的哎，它，我跟你讲哦，你还记得我手多大吗？它的大小颗，它是我的小指头的两个关节大哎，我结界师。结界师要求是精虫结界师，你搞错游戏了。你吃的是一大颗。小吗？靠，反正两个关节都很大，好吗？又不是说两个拇指头的关节那么大，那真的很大一颗，我没骗你哦、喔。你们他妈的，你们不要给我那边欧北恭维哦。那个药真的是很大一颗哦、喔，真的没有再好小的哦、喔。哇，这咋办嘞？这样，50元硬币大小，宽度吗？好像有哦。哦，例子哦，可以用照片了，等一下哦。并存新档。哦。什么杂图啊？三，五，六，影像，字幕，不是这个啦，不是曾志伟啦，等一下哦。这个。这么大一颗哦，我跟你讲，我的手真的不小哦，它真的很大一颗。
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这药丸不是扁的，不是扁的，不是扁的，它真的是一颗药丸，不是药片。好，感谢夜月抱抱龙跟不知道怎么念，等我一下，我去尿尿。这真的很大颗啊！你看赖，我看赖，你赖我什么东西？有没看到啊？兔窝的赖。哦，哎、欸、一，恶心！哇塞，比大颗的哎、欸，折半吃会死人呐、啊，臭死了！哎、欸，我不能吃药粉，药粉苦死了，不能接受药粉。所以我吃中药那种药粉，我也是有一阵子是狂吃中药，然后吃到很痛苦。好了，我有一次吞很多药，给我噎到，所以以后都是一次吞。哎、欸，那个小心不要就喉咙，那有些药会。灼伤你的喉咙，真的要小心。我之前有一次也是，我以前就是一次，不管是七八颗，我一直一次吞，又吞到后面有一次是不小心就是呛到咳到，就一个药卡在喉咙，我狂灌水，灌到真的快死掉了。我打错了，我打对了。所以不能吃药粉啊，药粉最容易呛到的就是太苦，太苦达人。对啊，会腐蚀啊，所以吃那个真的很恐怖哎、欸。没有啦，我觉得。最近这两天玩下来的手感，幺九的祝福已经没有了。你超会吞药的，你什么都蛮会吞，龙虾壳你也吞不是啊？嗯，哎、欸，能吞药粉的我都觉得很猛。你的朋友都被小鱼气走了，真的假的？他都打走哦，妈的！妈的小鱼，爱林安安，结果一直来幺九，怎么办？就有点对不起他们。
有时候是药粉加那个糖浆，然后混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对药水加糖浆都有阴影，恶心死。我都是那种药粉吃完之后，直接配那个，买个糖果吃。今天没有特殊规则，一人一次而已。我是想说好啦，不然有兔耳朵的我就不踢了，好不好？那等一下就是进来的时候一样，就是踢，抢进来的踢。我先看一下人数，人数有哦，抱歉，100多人。好，那就是先踢，等一下都不要离开哦，让我用踢的哦，我怕踢错人。然后就是进来的时候先踢，一样是第一次的啊。如果你有兔耳造型的，我就不踢。就在等啊，摸到就二杯口啊，没摸到就没有啊。西米能抢了没有？西米一样踢掉。又是踢人麻将，那就玩一下，不怎样。好，我等一下离开，我等一下重开哦，我等一下想把离子帮荒回冲，你就剑不好看。几张啊？还那么多、哦？你很久没打到了呢，我很久没开日麻台了呢。你在想什么？来，在场有人有几个人？我最后一次玩的是多久以前？一个礼拜了吧？修罗关闭最后天哪有？修罗关闭后的三天我还有在开，好不好？半夜的，半夜前天也有吼，那也才一场而已啊，那是意外。上次开的又抢不到了，你活该，你活该。魔力维修，对耶，魔力维修之后才来玩的，对啊，是玩魔力哦。你要谢谢魔力宝贝呢，才能让你玩到日麻这款游戏。你看我现在头好痛，这药是有副作用哦。我拿我买那个啊，他很贴心写个小卡片给我，说记得哦，是一天要吃2到3颗饭后哦，然后再送给你德国什么鬼什么粉的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用心哦。五哥看到新闻有啊，你。直接去看官方的齁，不要在这边讲说好像在哪看到，我们已经有第一手消息了。
啊，他就太低估台湾玩家了啊，应该说老玩家的心，就老玩家太想玩了啊。童话我就没有这个消息了。嗯，我只是怕他这样子会变掉。可能怎么说，因为有优化嘛，就是 也会有那个经验值调整之类的，会不会变得就是说怎么讲啊，也不能讲，因为现在就是速食时代嘛，搞不好到时候玩魔力宝贝好，就算是十万人好了，那一个月后还剩不剩下五万人还不知道。过了，不是啊，我就想要留宝牌啊。流浪也是宝牌，我喜欢红红的啊。这样可以吗？我喜欢红红的宝牌，这样可以吗？到底有没有程式可以让聊天室就打说什么打红中打白板什么之类的，让观众自己打，有没有这样子就可以输了就怪你们，对啊，亮亮的我都喜欢啊，所以我刚刚也在纠结要我要先打哪一张啊。亮亮呢，你想太多了，没有，以前退取有啊，退取以前有人在那个挑战宝可梦，就好像 有一次我那时候有参与啊，就打个打左右上下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暂停键的英文那样子打出去，然后就有一个好像开局三分钟就没办法玩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什么有人就会乱按乱打乱打那个些嘛，什么暂停啊下啊确定啊什么之类的，把那个御三家直接放生掉了，对，没办法继续玩下去。如果看到啊，我就说昨天闪闪的牌运很好欸，亮亮
蛮干。哦，不错不错，别晒了。你是说之前网络版神奇宝贝那个超过分？不是网络版，是在退取上面的，是退取上面的那个的那个互动程式。你哭什么哭啊？亮亮，哎，油桶，哎呀，想要留、哦欸、可是真的有过过啊，有那个有一次的记录档是那个我记得好像一天又八个小时通关。我觉得最屌的是他们怎么有办法在那很黑的环境下靠指令过那个很黑的山洞，要放闪光那个的山洞，他们怎么办到的，我很好奇。リーチだよ。放给我，放给我，放给，放给我。刚刚是聊宝可梦啊，在聊，哇。恐怖！比什么赞啊？干！气死！好了，我重开一下，我要换一下那个，我要换励志棒。等下正式开始踢人哦，素色嘛，然后这个吧，然后，哎、欸、不是，哪里找装扮？好啦，先进来的先踢哦、喔。自己离开的被我抓到的话进不来咯。开设房间。轰轰轰。开设。15154欸欸好好听哦、喔。没了解。欸看再见了吧。好。我有讲啦，有吐了的话我就不踢。可是下一场就是要一样要换人了。所以还可以再上场一次吗？我上场一次，不行，一人一次。啊，有吐的话不会被踢。我刚想说，
准备按下去，哎、欸，不对。啊，你们等一下结束不能离开，我要踢人，不然等一下你们走了，我就分不出谁是谁有玩过。啊，第一个、喔，很难啦，不能踢我啊，我是没踢了没。你们很香，这就是我计划。你看哦，有兔子啊，那这里边有一只兔子啊，这里有一只兔子。不可以，我不是限定角色，是限定人哦，不可以重复上来。上次这个人就整个丑一了，已经踩到我的雷点了。他就是开小账，然后是来帮我完成每日任务的，我是把他踢死。忘记一件事，刚刚那一局，你是谁？你是哪一只？你是刚刚右边这个吗？我会打吉米在跟我尬流局满贯吗？好，好，我输了，吉米，你赢了。以后看怎么玩，跟我玩，好啊，等你啊。第一场对面位，好，你好，谢谢你来陪我玩。如果都用色色的服装就更好了。我在等哦，我很努力哦。啊，你怎么立直了？怎么就这样立直了？太无预警了吧？不要。还有一期关东没有，我不敢。昨天也是要跟团团他们玩啊，我要一期关通，总有四场吧，四场每次都被端妖九弄走，我就整个走心，哈哈，我不一期了啦。怎么办？这张好危险哦！我要气手吗？给你啦！干，没想到是你！知道为什么不想跟他玩了吧？你哭没有用哦，对不对？不跟他玩是有原因的，而不是我每次都不想跟观众玩，好吗？
欸，我打错了齁。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哦，居然打对了。而且我每次都是放枪给他哎、欸，记蹦呀蹦。你问这麻将叫什么游戏？雀魂麻将。这钱也差太多了吧？你还欠我10000块欸。这咋办啦？哪里欢喜呀、啊？只有冤家好吗？有什么活动吗？没有啊，就因为好玩啊，就单纯是好玩，好玩。吉米是日麻讨人厌指标，哎、欸，不能这样讲话哦。你这样已经有点在霸凌了哦，应该算回谤吧。我只是不想跟他玩，没有说讨厌跟他玩，不想跟讨厌是不一样的，就像不想跟 HTT 玩跟不讨厌跟 HTT 玩是不一样。好，我没有想到试战课，不要逼我哦。这一定是贵到残废的账号吗？你说我这只吗？还是什么东西？在讲什么？哎、欸，我真的就直接碰下去了，不演了呢。对不起，没想到是杠，劝你上梁，哈哈。真的是劝我善良欸。那鬼刚在放心。欸，松饼是不是来过很多次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在呛我，我看你每天都在约战不是吗？每天都在玩的时候有没有要打日麻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偶尔切到这边看一下，哦，又在约战了。对，咬死他，咬死他！对，咬死他，咬死他！好坏，咬死他！
糟了了啊！我打这张啊！兔子打架现场，要死他，要死他，要死他！手机游戏不会啦，这又没有什么赌注之类的。像我刚刚讲的，我说如果把我击飞，我就唱一首歌嘛。可是想想说，比较好了，这样就是受伤的都是我，还是被打飞的要花钱，这是赌博游戏。刚刚那个声音，以为他进来什么声音？哦，对，我的啊，我绿界有改一下东西，但是欧富宝还没改，不是抽卡啦，因为抽卡那个东西我还没去搞。最近回过神来，都已经中午下午了。像我今天也是，我整晚没睡嘛，早上9点睡，睡到下午3点才起。碧旅回来，安安啊。绿界啊，绿界啊，没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啊，就只是改个图而已，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啦。痛啊，凶啊！我打什么？亮亮，龙，每次来排的太复杂，我就慌了。你在复杂？不会啊，就是你先看一下你有什么牌嘛，先心里想好要做什么。而且这个已经比一般的那个还简单了哎。你打实体麻将你会更累，你打实体麻将不会有任何提示跟你讲，你要自己记你认听了什么，人家打过了什么，你要自己去看，自己去记。记，他记，干嘛淋上了？台麻比日麻难，会吗？台麻简单多了哎、欸，听说有新东西哦 ，W O，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定めは絶対です。好了，一人喽。感谢第一个，头脑大，拜拜。哇，你浪费了机会。感谢刚刚三位。啊，可惜你刚刚没有抢进来，你抢进来的话，就四只兔子在打架了。好了，开始喽。对啊，你怎么会讲说台麻比较难？傻眼。
孔老大，不好意思，规矩是这样的，你满足了，我不满足啊，你胡超大的欸，要不是只有这个规矩，我还跟你讲说三战两胜啊。没有才不要咧，三战两胜对我来说太亏了。海马有什么屁虎？碰碰虎。啊！对对，比较吵。我学三三哦，闭嘴追。劝你闭嘴追哦。海马平湖不算门，不用门清，门清自摸直接给三台。哦，这么大的吗？对，感谢刚刚佩林的抖内，感谢感谢。抱歉，刚刚在胡牌。所以那时候玩明星三缺一，跟他们玩明星三缺一的时候很不习惯啊，就是想要都凑什么牌，就看着根本就不用啊。本来想连庄玩久一点的，哼，怎么可能？你只想把我玩死吧？那时候我只剩九千而已。这是叫我做大牌吗？我现在心跳好快哦。做啊，哪次不做？我现在就不做给你看啊！
哇干！你好。哎，白痴！啊，回去回去。完啦！对，我按错了。No， 太小了吧！没事没事，还好没做成功，被一个弹药走给弄掉，我还不走心。还好刚刚没有梦想。我，对啊，被制裁了。被制裁啦！然后被那种都被大牌养坏了，看到段幺九就真的觉得干嘛、啊？今天不会开太晚啊，我等一下想要关台后去剪片，然后起来再来玩魔力宝贝。对啊，他常来欸，今日好朋友。今日限定。我以前也都合对对合啊，因为都可以玩顶上开花，可是有时候七对子就真的又很猛啊。还要杀人欸，好恐怖哦。碰碰屋其实蛮难的，就只要你有眼就可以碰了啊。好朋友，你就这样走了，好朋友。哭啊！嘎，怎么又这么小的啦？烦呢、欸！我把你抓起来，妈的！干什么？不想玩大牌了啦！跟我记好 ID 了。凶？你说我很凶吗？你现在才知道吗？你会不会知道太慢啦、啊？啊、靠！好，转账。
哎、欸，对，紫狐小鸡鸡鸡没看到他、欸。那个分隔线好朋友，好朋友啊。播广告。你注册好账号了，那你要知道游戏规则哦，不能乱玩，这乱玩很累哦。结束啦！还没有，我以为结束了，可恶啊！哎，我没注意，可恶！刚两只手放开了。怎么那么久？怎么办？人家把他拉下来，可是不进场啊！哎呦，他怎么那么难抓啊？而且连庄就算了，还不是越糊越大的哎、欸。是啊，我想说之前跟他们玩都很少遇到这状况啊。
哭啊！他教我们用端妖图就可以打天下。小啦，我真的也会被玩，我会气死欸，还要玩是不是？你要玩是不是？来，我跟你玩。想等下大家玩断妖九了哦、喔，李姐呀！哇哦，该封锁了。我对他没印象欸，应该也不常来啊。对吧、啊？他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他是英雄哦，真是场闹剧啊，要断腰是不是？来呀、啊，这场玩多久了啦？是不让他这样玩，是怎么讲？玩太久了，他没顾虑到要跟你们玩的这种心情，他只想占有我。我问你，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是女生的话才可以这样子哦。哇哦，看起来是怎样？我笑崩溃了，天哪！好诶，好诶，好诶，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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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感谢，快累死了！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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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感谢，感谢。好，来踢咯。好，就这三个了，我们走吧。抱歉，有点呛我。哦，我打一下好了。可以帮我打把规则打在聊天室吗？就是第一个抢进来的会被踢掉。讲说抢到了，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是延续上次的规则。抱歉，抱歉。哭啊！现在才发现被踢出去院，我也不会。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吗？那我重开好了。抱歉，抱歉，那我不踢人了。不可能啊！我上次踢了西敏，他们还不是抢得进来，是吗？那抱歉，我等下重开好，我们不踢人，不踢人，不踢人，不踢了，不踢了。抱歉了，抱歉了，我等下重开。你进来了，你是被我踢过进来的吗？七。你之前有重开过吗？我重开什么？没有啊，我没重开过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制止断幺九的这种不当行为，我们去设伏。哇，无名拜拜。结果被踢了，不是，就是第一个进来的人会被踢。ド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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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叫我如何是好？哦，那个猴子，抱歉啦，不好意思啦，我真的很抱歉啦。歧视没有兔女郎的人不是歧视，这是偏见。没有啊，欸，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讲？这个是个人的喜好好吗？那这样等于也是说什么，为什么女生可以把男生可以站着尿尿，就是其实瞧不起女生这样子。在想之前没有被踢不能进房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房间常常坏掉有换过。房间常坏掉有换过，我的房间就常发生坏掉的问题。不该听这个的，哎，这样还有全带幺九，混全带幺九，变小了，变小了。
对新观众而言，不是，这就不是新观众的问题了，是他们常不常来看我的台的问题，好吗？啊！敲到头了，有条没了，很小，哎，真的哎，对耶。对啊，你在这个世界上讲公平这件事情，你看 UHC 公平吗？你挖矿那些东西都是随机性的，你这样讲公平这个东西，那再来说，不是，我只是给有兔女郎的福利好吗？你看刚进来这一批也没有兔女郎的啊。对吧？我只是让有兔女郎的有些优惠而已。不然刚刚我也想踢西明啊，啊我不是没踢。对吧，在我眼中兔子已经被踢过一次，他们重新抢进来的这样子。重开还是会显示什么，好了，等一下都不踢好不好，等一下都不踢了。没有，主要是修罗场就是没有啦，会有连装这个问题在啊。嗯。好啦，我知道一个问题啦，我不要开日马就不会有人有这个问题了吗？大家都空平的，都不要抢，没有日马没有伤害，好吗？不是啦，孔老大他应该是会玩的啦。啊你心脏偏右，那你蛮幸运的，这样讲吗？蛮特别的。好乱哦！你看啊，被上一个断腰搞成这样子，我真觉得在乱玩了。哎呀！不一定哦，搞不好魔力宝贝哦，魔力宝贝只有三天好吗？三天之后还是继续日吗？那样三五六七，然后礼拜一可以正常轻松高效，可以。我真的已经在努力想要做什么平衡的条件了，你知道吗？我上次是不是也有讲过，如果只开放给兔儿的进来，一定会有人讲说。啊我就买兔儿啊，啊抢不到不公平啊，啊我抢好不容易抢到被踢。好，我跟你讲哦，你真的要抢的话，有多少人比你更会抢，你知道吗？你看小鱼他也抢不到，我的管理员抢不到啊，然后我还另外管理员叫无名的也都抢不到啊。你要放枪了欸，有三张北，还三张北，恐怖哟！
敗しちゃったかも。我一定玩魔力，我一定玩轻松高效的啊！拜托，轻松高效的观看率还是胜过魔力好吗？我怎么可能会为了钱而放弃了轻松高效呢？人还是要为了钱低头的好吗？一二三，刘局真简单。你听戏干嘛？七。不对耶。你可以开始内心声音跑出来了，没有啊？我是要讲这么大声啊，我就是要讲这么的大声啊。应该不是为了喜好放弃轻松高效，不是，你知道兴趣跟生活不能摆在一起好吗？就像我喜欢玩的游戏，你们不爱看啊，所以我那些系列就停更了啊，一样的意思啊。对啊，高效不过是两小时的事情，我忍一忍，里面挖挖矿，聊聊天，至少还要想精华要怎么捡。啊，魔力宝贝没精华可以捡啊。而且不是啊，哦，重点是现在是那时候是封测嘛，礼拜一就没了啊。没有，你如果说今天魔力宝贝跟轻松高效一样多的话，我爱死了，全勤拜拜，拜托，我就算努力包牌好了也被抢走啊！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Bobo 要开始跟我抢919，哎，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我都爱包这两组号码，还是他对这两组号码有情有独钟，还是怎样？我真的是问号。他还说什么？哦，19号是我上次就在什么？就在买的。我说，哦，怎么上次？我从轻松生存到现在就在买了，欸，这样没有？Bobo 抢完之后换酱油抢，抢完之后又换 Bobo 抢，这样子。没有啊，他那个也要赶快去重新用完啊，每次都是那个谁那个每次都是酱油跟 Bobo 讲完说彩票还没更新的时候，他们已经守在彩票前面，所以根本来不及抢啊。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啊，算了啦，给他们啦，不然抢不到有点走心。什么东西？ Bobo 他应该是随意抢，然后会被骂之后就开始乱说理由。什么理由？你可以比如一下嘛。哦，不是，我那天被他不是说他是现在不能抢不能买的是不是？我整个吓到，欸，我说啊，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啊，你要买可以买啊。原本8月11你生日，可是8/11真的没有怎么在开啦啊，8不行，8是小雨的，他都买 8.6。 是我家小孩，
哇，你听什么啊？条子吗？那打这张是不是很危险啊？给你，我觉得是条子哎。Let's go， 等一下、喔，下次就买你生日十二十八。你是不是过水了？你是不是过水了？你刚犹豫很久哦、喔。没有哦、喔，好吧。好听，你是不是要追一场？你听什么啊？可能在绿，不可能在绿啊！哦，犹豫的是你哦。动了，哭啊！リーチ、ビーフ、ドラ、ドラ、ドラに、ハネマン。没有很大，一万那没有很大，你骗我。没有很大哎、欸。我刚在犹豫六还是七，然后六的话几率很大，啊七的话也可能。没有很大吗？你骗人。那你可以给我钱吗？那笔钱没有很多。哦、嗯。哎、欸，对，有钱回来了，哎，正负零了。摔下来好痛哦！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啊？去公证结婚啊？很难呢、欸。好啦，换个角度想，可能是他们放枪啊，给他有没有？这两个一直放枪给他，然后现在是东，对，我说你们两个会不会玩呐、啊？都一直放枪给他，教你怎么嫁祸给别人。首先你要赢到很大笔的钱，然后再输给一个人。哇，动个李三吧，拜托。还好哦，不然下一个飞的是你，是不是？你怎么没有飞呀、啊？你要巩固好我的尊严呐、啊！拼不了什么，你要拼什么？结局你要拼什么？可是拼和就很亏啊，你理。
李宝牌中一个也才一个啊，啊，顶多两个好不好？那个眼，呼啊！高了，2000块。想干嘛？想干嘛？我不要。哎、欸，我有一张北哦。啊，吃啦！气，生气的气。我知道啊，平和是万用牌啊。那时候只想说你是装，所以就速攻，抱歉。没有，你不用跟我抱歉，你是要跟其他人抱歉，因为你要想一下，你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你后面有很多张那种眼睛在瞪着你，你不需要跟我道歉，懂吗？动力直棒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刚刚不是我们有丢东西在前面吗？那个就叫力直棒，啊，那个力直棒价值1000点，然后如果送出去的意思就是你丢出去被人家糊了嘛，那力直棒就是归他。什么东西？你占有我太多时间吗？所以我刚刚有讲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是女生的话，欢迎。你看，像这样子，我刚刚本来想说你应该不会再继续断腰下去了吧，就去玩大牌，结果没想到你连续四次，你把我们都榨干了，你知道吗？哎，怎么跑掉了？麻将ができて嬉しいです。等一下哦，这个是我要踢啊，不行，今天就是都踢好了。感谢，不好意思，你看你不是进来了。不，游戏规则就是抢到第一个就是要踢，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抱歉了，抱歉了。下次不会有，我有踢人呢，不然你看踢人也被骂，不踢人也被骂，那就都不要踢啊，给你们自己抢啊，不对，这样就没有纷争了。我又回到2500了吗？嘿嘿，哎呀，一崩。刚刚不是要重开吗？好，我等一下重开，对不起，我真的要抱歉了，对不起。没有，刚刚想重开是因为房子断腰酒啊啊！可是刚刚玩下来的状况是，刚刚没有什么在断腰酒的啊，就除了我。可是我断腰酒也很大、啊。等一下，我的 FB 讯息量怎么爆炸？没有，上次也是因为聊，
就是大家抢不到这件事情啊，聊到有人跑去哭不是吗？不是干爹，是另外一个。就觉得我太凶什么之类的啊，我就说哦很难拿捏，已经开放说一人一次机会了啊，又抢不到还在那边哭，那干脆就是自己拼手速啊，抢到过的还可以继续玩，就让他们再进来啊。你刚刚进去怎么被踢出来了啊？你有没有看一下置顶聊天？我要不要再讲最后一次？再讲最后一次咯，没听到我真的。这不再讲了哦。现在的规则是，大家先进来的会被踢掉，第二个进来的才可以玩。还有兔儿的话，第一个进来的我不会踢。啊，算了算了算了，我等下不踢了，我等下重开，我重开之后不踢了，好不好？哦，讲到很气耶，我把置顶取消掉了。好难瞧啊！你们辛苦了，还好啦，我没生气，我真的没生气，不要像情侣那个，你明明就生气了，我没有生气。我真的没生气，生气的我就不是这样子了，好不好？我讲真的哦、喔，真的生气的我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问小鱼，小鱼哦、喔，不是小雨哦、喔。哎呦，这牌很棒呢，在吵你们自己开，对啊，你们到底是想来跟我玩，还是想来跟我吵的啊？想来跟我玩就好好玩啊，在那边点点就好了啊，还是真的是想来跟我吵的。不要不开心，没不开心啊，我知道啊，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好了，不能怪他们，可能是像杰云刚刚说的吧，刚进来的新跟整个可能真的是新观众呢、啊，不知道游戏规则，也不像你们那么忠诚会来看台，然后就会好奇说啊，我怎么讲进来了抢不到，就很像他们只会听，也不是他们啊，有些人在做事的时候只会听自己想听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嘞，就好比我们那时候轻松高效好了，那时候安德塔已经坏掉了，对不对？已经讲了三集了。都还有人说，欸，安德塔怎么坏掉了？这个就是再讲一次而已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正在做事情，听不到，可能就是忽视掉，或者在打 boss， 没办法专心听，然后就说再讲一次这样子。啊，可是有时候发生是说，讲完的之后的两三秒钟，他又问了一样的问题。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就真的是拿来骂了。啊，现在真的脾气改很多了，对吧、啊？有些人，好啊，别说聊天室好了，他连看台规则都不看的好吗？我每次去像，就是最近跟闪闪他们比较熟之后，我就是跑去看他们台规，有的没的啊。啊，不然其实我想说啊，就是仗着自己有勾勾。然后就可以嚣张嘛，就说啊，那边当那边作乱，当乱源这样子。某波某油吗？因为酱油他就是真的只听自己想听的啊。然后不然有时候又突然说啊，我刚才跟观众讲话什么之类的，就会自己关麦关喇叭。然后就是说自己在刚跟观众讲事情没有听到，这也没办法啊，这样跟观众聊天那也没办法啦。弄个告示牌在安特达说，欸，我本来也想问哈基他是在那个呛可还是在那个范围内，
会消掉。如果是那个呛壳的话，我就是把安德塔再往前挪一点点，就是把那个安德塔，就是一个呛壳嘛，就是我把弓箭蛮移到一个呛壳的另外一边，跟安德的呛壳是不同的呛壳，这样子。我在想可不可以这样子。什么三 P？ 三 P 三 S 是什么？三桶三条吗？没事啊，你听让你听啊。公平竞争嘛。我想说你在跟我讲三 P 三 S， 我想说你讲的话也太危险了吧，太把你 ban 了。对啊，所以我说孔老大是会玩的啊，所以他刚在聊天室说什么被踢了进不去之后，我就很慌张啊。为什么慌张？因为他不像是新观众那种只被踢一次进不去就该该叫的啊，他也是被我踢过很多次的啊。我真的等一下出去看排山吗？不要好了。那等一下就是不踢人了哦，等一下我重开房间就不踢人了。因为怎么讲，修罗过后真的节奏变超慢的，好想睡觉、喔。对啊，恐龙差点就灭绝了、欸，差点被自己吓死哎、欸。打掉。修罗刺激，修罗。就节奏快啊，而且不会有连装问题啊。欸，吃那个药头有点晕呢，会有这样的状况吗？教育。你吃那钙片会不会头晕？还是我刚刚矿泉水喝太多？单人比较刺激，不是？你要想一下哦。现在观众这么多，我打三人我要打到天荒地老。今天是他们想跟我玩啊，所以我不能只有自私的想到自己想玩刺激的啊。我是想跟大家一起玩，才想说开日马台。而且我更气的是咳咳，我为什么在那个什么 FB 的时候不开日麻台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是这种脸？这个脸不是那个哪个动漫的那个吗？那个配音是中年大叔那种。对啊，如果当时 FB 玩日麻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过？我是不是可以过得很舒适啊？就我每天在想说啊，麦块要干嘛？站着发呆，不知道干嘛。三人共赢容易连庄，也更容易飞人，不是吗？我那天那时候是不是还没有雀魂啊？有啊，有啊，有啊。雀魂去年前年就有了哎、欸。那时候我在封动身，不是动身之后，
那时候动森的瘾已经退了，动森的瘾大概两个月就退了吧。因为那时候有人说玩了一个月之后，你还什么动森你还在玩啊，就像那个变新入股吧，有人就是玩了一个礼拜之后说，你怎么办法玩一个月啊？他啊，算了，好一名。路过，没事啦。我的，感谢孔老大，感谢，谢谢孔老大。如果 FB 那时候魔力应该更好开满，没有哦。你要想一下，魔力宝贝观看数多少跟现在日麻观看数多少来算的话，玩日麻的话跟观众会有参与感，啊 FB 又是推尽量就是说要跟观众有互动感的游戏之类，所以那个手游市场才会在 FB 比较多人看，因为这样子。所以像如果玩日麻的话，我觉得如果好啦180个人，然后 FB 也真的都是180在看的话，那我真的就是不用开满8小时9小时，我搞不好开个5小时就够了。Hello， 黄色房间，看一下哦。思考不要好了，思考给。那我们这个，然后就这样子了，来吧，不踢人了，不踢人了，看你们。看你们怎么抢！跟你讲，不踢更难抢哎、欸，白目哦、喔。阿贝，听通话，我跟你互骂。阿贝来通话。哎、欸，怎么跑掉了？哎，刚刚、欸、怎么跑掉了？小鹿安安。喂，嗨！今天的目标就是打飞教主了。来，哦，白痴哦，打过就浪位了，不要再抢了啦。没有，因为刚换房间，我还来不及看 DC 的 DC 讯息有点大，所以刚没看到 ID 啊。对家，哎，这样就不能抢走你的回合哎，注意啦，切，这起手不错，开场有5张可以做，想得美哦。突然又有梦想，当时咸鱼不好吗？哎、欸，我很想啊、喔，可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有机会能做成。既然上天都给我机会了，那我当然要把握。好了，我现在手上已经好，好像好，我听你呀、啊，讲话啊。嗯，我很认真在思考。讲话、啊。等等，让我计算一下，你要体谅一下数学不好的人呢、啊。讲话啊。啊啊！赶快把19打光光。
就是你这哇哦哇哦，不会一发宝，哎呀吓死！幸好是游戏卡，好恐怖哦！突然要梦。那个家主，你让我摸一下牌，我不要，我不要。结束了。下一局会更好。好险！吓死！还以为是什么大牌呢。赚幺九。因为我设那个啊，要两番以上。那，我就觉得碰碰胡超好碰的啊，到底为什么碰碰胡会很难碰？你看我都要大碰一波了哦。你碰啊！快了，有多快？快都那么快哦。嗯，我看是挺慢的。不然等一下突窝有人抢到就来 DC 跟我聊吧，最好是给我开麦哦。他说啊要开麦哦，那我不要抢了，不要抢。啊，要开麦哦。对啊，训练他们勇气啊，胆子啊。胆子这种东西就是培养出来的。你国师嘞？嗯，你看下家做了，我下家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你只要有梦，国师也会被你挤出来的，好吗？哎、欸，不，现在已经绝章了。没有，有第五章难。有吗？有。希望我摸得到。嗯。如果没有第五章难的话，教主你要怎么做呢？啊？啊、嗯，我要想一下。哎、欸，我摸到了、欸。等一下，我回去翻牌谱。如果教主你没有的话，你是要给我钱啊？如果教主你摸到的话，我就给。划算的交易，杰出的意思。DC 连接在哪 ？DC， 我说是兔崽子哦，就是有那个有订阅的，有订阅的，有会员，就是有头像的那个才可以。我没有开那种免费的 DC 群。不好意思哦，没事，我也不是每个兔哦。都敢聊啊，像之前有几个，今天有几个兔崽子抢进来啊，像西敏好了，我也没想跟他聊天啊，是这个欠骂的人进来，我才想说跟他骂一下。我哪里欠骂啊？哪里不欠骂、啊？我是做个有梦想的人，还有你把四筒给我一张好不？嗯哼，想听筒子啊啊，第四张你没了，哇，你就这样加会员了、哦，哇哦。那个你可以截取订阅证明到粉专，如果有兴趣想加入赖群 DC 群的话，我讲什么？有兴趣加入赖群 DC 群可以拍订阅证明到粉专给我，会有小帮手拉你进群哦。哇，我忘记怎么讲，老了。哎、欸。哎、欸，什么啊？跟你讲说我要碰碰虎了。小猪一气贯通被断，想吃一个牌又不行，最不喜欢。喂、欸、啊，这局有四张，有机会。赛了，感谢汉克的新会员，感谢一的新会员。那都一样，有兴趣加入赖群 DC 群的话，可以截图到粉专哦。打哪仗？等你工作稳定，抖个大的，你要抖多大？
欸，我也不是真的要趁机要骗你们的会员之类的，我是说真的，如果怎样，有欸，我是真的会有空，你也可以问今天啊，今天他们在 DC 群的时候，我有去慰问关心一下，因为他们在玩麦块冰果。欸，不揪啊，他们自己玩，我也没有说，我是移过去看到说啊靠，怎么今天人那么多，我才看到的啊，几个十二个吧。我就趁机对那些今天在玩的那群说，我不揪，揪了我也不会玩啊，哭哦。对，哇，十二个，有十二个哦。你传粉砖了，好，那个啊，对，昨天有哎，前天吧，有一个我开台还没开台就给我加会员的，不难过。对，那个要还没有给的或是不知道的话，请到粉专哦，因为都会怕说有失踪的富窝小朋友没进来。你想变金包子，金包子不是半年就有了吗？讲得很简单，因为是吧，太久没订阅了，不太记得。没事没事，好，我去拜托一下。看一下小帮手的 LINE 在哪里。小帮手白银金是136，咦，发觉了，什么时候？我的梦啊！怎样大三元哦？哎，我是无双。没事啊，第五个男会回来。你看男，不是，我要不是男，我要是发。有开两班服务正常。对耶，没事没事。无意还是可以自摸，哎，我的天哪，两番碎啊。做梦的事改天再思考了。教主有看红阿哥天才麻将少女，我知道啊，他在讲什么。哦，我看到教主有看教主什么东西。看不懂，我刚刚就是说要拼字摸啊，我没说错啊。哎，那个现在小帮手有空，赶快去贴。好，我宣传有几个都没开台过。按小鸡鸡台大三元好吗？对啊，又说就是国师无双。他问你有没有看另外一个台？谁的台？你是说哪个实况组吗？还是谁？谁啊？哦，你有在弄了？有啦有啦，那个刚刚的两位，现在小帮手人有空，所以可以弄一弄。
嗯，我是不是要放弃做梦啊？动画有啊，那个天才麻将少女一直都有在看啊。你的梦嘞？那个醒了，做梦了，做梦了。嗯，对。有点不敢继续睡下去了。嗯哼。哇、wow。勝つためだ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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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所以这个叫小料了吧？还是小鹿？应该是念是念料吧？哎，阿贝。嗯。有没有大一点啊？只一个字嘛。我国文造诣不太好。因为。鹿啦鹿啦鹿啦，我看到 ID 了，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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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就说是鹿吧。好呀、啊，我说第一个字哎。哎、欸，鹿和料都可以哦、喔。料，阿贝。啊，谢谢。哎、欸，谢谢阿贝。阿贝，谢谢你。通干嘛？谢谢你呀、啊。是不是我才讨厌你？讨厌什么？讨厌我吗？我很讨厌你。不，我原本想说我才讨厌年轻人嘛，但仔细想想，我好像比较年轻。了，鹿跟了，好。可是小了好难念哦，小了，小鹿，小鹿。不会这张吧？我的牌手上只有一张有打过的牌、欸哦，那就代表你随时会放枪嘛！好恐怖哦！你就不会放枪了？好啦，放啊！厉害吧？教主你人真好，厉害吧？因为我相信，等一下会有超级留言跑出来。你说要做梦还真难。闪闪都叫小鹿，好哦。哎、欸，两班扶的真的好头痛哦。对啊，想做故事都做不成。这个真难。会做其他梦想牌，绿色牌，这个我也想拼拼看，绿色还是紫色，都想，做人要有梦想。啊，等下约你耶，哇，你们感情很好呢。新民一定想欺负我，上次跟他打三局，他谁都想欺负，好不好？只要会呼吸的生物，他都想欺负，好吗？我明明这么无辜。来啊，等一下一起打啊，新民。没有，我看是飞不成教主了，所以我改了飞你了。你要怎么飞我啊？嗯，好问题耶。那我就问你，下局给我个国师听牌就有机会了。啊，还有教主，你放枪哦！哭哦！你能进来解释一下吗？不行，你的麦太恐怖了。吉米，等你换好你的麦，才能跟我讲话。哈屁呀、啊、哈！哈哈哈哈哈！
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白痴。鱼片。理智。是时候要看一下我有什么能吃了。嗯，我手上有一杯只剩冰块的水。你们要不要在一起？啊，他想你。怕。嗯，怕。对，被欺负惯了，当然怕。看看我多么弱势的一个人呢、啊！天牌，没有这开局有够烂的，好的。真是连做梦的机会都不给我，也是啊。如果有的话，教主你早就飞了。有的话，你也早飞了。哎、欸，所以我还坐在这里啊。等了大概多久？快的话马上啊。可是你要回应一下，要做一些流程哦。你要按照小帮手给的步骤条件去做。像是他叫你倒立，你就真的要倒立。你是在考、哦？趁机造谣？有啊，他刚给我连结都写好了。好，我去问一下。是有叫你倒立吗？200公分，那还有什么难的、啊？你身高200公分哦，我的天哪、啊！给人家200公分，你在干嘛？嗯，我说教主，你好像跟我差不多高吧？我比你矮。哎、欸，你还好意思说我？我好意思啊！突然又有羞耻心啊，教主！你都没有了，我要有。我就是没有羞耻心啊，才会这么白目啊！嗯，这好像不是能治好的事，奇怪了。真好，长高哪里好啊？好想体验看看那种走路撞到那种电线杆。哦，那个我平常就会了，不用长高。哦，それ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那种本来就会的事情就不用特地去学了。要等一下哦，小帮手可能也在忙，毕竟人家也是社畜，体谅一下。哎、欸，那个说走路撞到电线杆是个人问题的，没错，真的是个人问题。这就叫走路不看路。阿贝，嗯。
你很危险哎、欸！哎、欸，说什么危险？你看，这不是糊了吗？好险！好险，我不是庄家。哎、欸，可惜。哎呦，这牌不错。现在多了一位，就是是时候做国师梦的时候了。好啊，好啊，我看你怎么做。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手上有什么四张牌？二、四、六、七。做人只要。我看到聊天室有好油的东西哦 ，Pickle。我很油。嗯，刷这张。哎。还有更残酷的，跟你讲，我还有更残酷的东西，你想看看吗？不想，我还想做梦。你来了啦！我现在都一位了，当然是要趁着现在是一位的时候来做梦啊！我要让你梦醒了。哎、欸，有本事你就试试看哦。好啊。你真的做的话，我哭给你看哦。哭吧，小 baby。哎、欸，你还没住哦。嗯，等一下，要酝酿一下，我再切洋葱。你刷这张。真的，人是不是也快绝了？一二三张。九万也只剩一张。还嗨什么？不会是要把我最后一张九万打出来吧？励志！哇哦！哦，只是励志而已，没事没事。真巧，小妹妹！哎、欸，小妹妹下去！我的天！教主，你做人怎么可以这么绝？就很想我手上都五六七八九十，我都四张了。有人想飞我啊，没办法、啊，这是自卫。啊，感谢小鹿、阿贝跟人之子，好记得。好，不踢哦，我说过不踢人哦。好啦，感谢啦，去玩吧你跟西敏去聊天吧。好啦，哦，最后。人进章欸，啊，这可能是最后一局了哦。那个，感谢最近玩日麻还开始养起来的观众们，爱你们哦。如果想打日麻，那个兔窝里面真的很好找到人。所以不一定哦，对不起，大哥，不一定只有我在啦，所以不一定只要跟我玩，你们可以多跟兔窝的一些人玩，就是繁星会看别人的溢满牌谱吗？什么别人溢满牌谱？你说这样子哦，这个东西吗？我是喜欢看这个。今天跟我无缘，没事啦。觉得这个模式真的很难跟你们有缘呢、欸。
太难玩了啦。是别人发网址给你看，不会，那我不会看。灰玉一定要氪金才能拿到吗？哎、欸，我目前知道的是，目前知道对要氪金才能拿到，没救了，拔掉。第一次来，你是不是这个啊？因为对这个 ID 好陌生哦。蓝蓝生烟吗？脸太黑，抽不到角色。没事，我脸也很黑，我抽不到这一只。那也不要问我这只怎么来的啦，保底的，哈哈。我跟你讲，还好规则有改，不然你今天也根本玩不到。你可以每个月买五个，你三十个月后你就能买业绩了。哦，蓝蓝蓝，我刚不是说蓝蓝吗？还是我说我刚刚说蓝蓝？七对子跟二杯口能并存吗？哦，一杯口，应该说二杯口可以开掉七对子，七对子会开掉一杯口，这样懂吗？杯口，你要等狂赌之渊哦。那个我应该不会想氪了啦，已经拿到灰夜姬了，我就专心养它了。连那个河原村河出了，我也不会再氪了。要滑倒了，还没啦，有那么快滑倒的吗？想抽到孟子跟会长，哎呦，会长确定会出吗？不是目前只有那个吗？副会长。不是副会长，那是谁？天牌。有出四只了哦，是啊，哦，对啊，那是不是跟我预测的一样？我就说。不可能没有出这只啊！我那天就在吐，我不是要讲吗？我是快听牌啦！汉赖群有人传的哦，看一下。赖群没有啊，下午的事情吗？下午只看到小鱼吃什么龙虾，下午一点没有啊。哦，有了有了有了，哦，有，看到了看到了，对啊，那跟我预测的一模模一样样啊。老人泄愤，泄什么愤啦？
立直断腰七对子二杯口，七对子二杯口就二杯口了吧？还七对子？你是不是在地下城误会了什么？你去找死了！哎，安安，不是找死，靠腰，可以去多玩玩啊。你现在如果有在 DC 群，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日麻交友厅嘛，然后有个日麻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养老区里面会有人会来下去打打日麻，或是那种猎龙那种老猎人累了也会下去打打日麻这样子。可以用这样累积一满？不是啊，七对子跟二杯口能并存吗？我记得不是不行吗？我又记错游戏了吗？哎、欸，我今天运气也不是很好呢，今天没有什么好看的大牌。可以哦，别骗我的好，可以。哎、欸，对耶，可以耶，我上次胡过啦、啊，到底可不可以啦？白痴哦、喔，我记得没有哎，我等一下去翻记录档，会翻记录档。我看记录档，我看记录档，对啊，清一色二杯可以啊。直接开台再看这个可以吗？你看，地址二杯口清一色宝牌红宝牌八倍、哦。我有二杯口，我没注意耶。没有七对子哦，那个不懂规则很厉害的，你要繁星大大怎么加 DC 群？那个赖群里面有，赖群里面有网址那些哦。什么22334466788啦？你是不是不知道在那边乱讲话啦？就跟哦，你有没有看到刚刚的影片？我要贴给你看。来来来来来，给你看。时间拉好了，去看，不要这边晕。你这样只会惹怒观众哦、喔。啊，我怎么输了？不输了，我怎么？哦，字魔，你也是实验过的，你去看影片嘛。影片不会骗人啊，你去看影片。我没有想要说什么，只是想要你看影片，好吗？我时间都拉好给你了，还是你觉得我身上有四张五条，你觉得不科学？感谢新会员哦，今天好像讲话讲特别多，喉咙好痛。如果有兴趣加入赖群跟 DC 群的话，可以截订阅证明到粉专哦，会有小帮手拉你进群哦。你看，我就是听你们这些云观众的讲的方法，我才一直想说，为什么我可以立直，为什么我会正听，就是都是靠看你们那边乱打字，还有明明会玩，结果搞到不会玩，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的观念不对，也是因为那时候是看蔡渣的那个日麻大赛，然后一堆啊，这真的是会玩的吗？我就开始抱存。我就说，我是不是不会玩日麻、啊？
所以当时我才不喜欢打日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日麻规则不懂不熟，然后就是很怕雷到别人，我所以才会就是不想去了解日麻，因为怎么讲，规则就在那边，但是听到的另外一个规则又是另外一个规则，就我现在脑子会有会有四五种规则在。七对子可以用四张一样的吧？不是啊，老实讲，两杯口的日麻成就不是说多好的七对子吗？什么东西？七对子可以用四张一样的吧？怎么会无意？你说我无意吗？因为两番符啊，我现在就只有东风一而已啊，我现在拼字摸啊。十点了，对啊，你下次在日麻大赛，你记得用超级留言去那个抖菜渣他们，你把你刚刚打的那些打出来，看一下赛评会怎么回答你。哦，屁屁。对啊，而且你要想哦，那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什么怎么讲、哦、好难解释哦，你的观念已经是错误的了，这样好像在洗脑你去听你不喜欢听的东西一样。你看哦，因为你的这句话现在所有聊天室通通都是全部都是否定你的说法，但是你又很坚持你的讲法是对的还是什么的，那势必一定是有一边是错的嘛，对不对？那现在是大家都认同一个讲法啊，但是你不认同我们的讲法，还是你是看到愚人节特别计划？哈哈，我现在唯一想到就是你是看到什么愚人节特别企划然后看到的，可是你是做你自己胡到的，我就怎么办？你是不是真的误会了什么啊？对啊，而且杯口要门清哦，而且你刚刚打那个好像没办法哦。我看一下你刚打了什么，有人可以再贴一次他打的吗？看一下哦、喔，不要说你到时候回收了，看不到。233330。我找到了，地直断腰七对二杯口魂一色，他打的，还是我帮你去问菜渣？啊，对呢，可什么？李锦，
对啊，我刚刚就好奇，为什么混一色可以断腰？混一色不是要凑字牌吗？字牌怎么断腰的？所以我刚刚其实除了二杯口七对子这个点之外，断腰加混一色怎么可能？不是截图啦，我这个影片还在啊。我刚刚也是为了给他看，我跑去找的、啊。你看、啊，再看一次啊。这个啊，以后我只要看到四个五啊，就崩掉吧。你看，也是七，我以为我原本以为是七对子清一色啊，又不是是二杯口，就直接二杯口清一色而已啊。哦，我有二杯口哦，我没注意耶。所以我不懂他一攻他小啊，从头到尾他就一直卡倒音耶。一杯口断腰酒，你是不是玩的日麻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哇，盗版山寨日麻吗？你是说你吃碰还可以丢出粒子棒啊？很猛欸。我是觉得啦，那个你还是懂规则再来讲会比较好。我觉得你现在是懵懂懵懂的，因为比赛规则就是写在那边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规则就跟我们玩的东西都不一样，还是你玩的不是日麻、啊、你玩的是月麻。没有啦，对不起，没有。我跟你讲，现在你那个还在吗？你不然你现在人还在吗？你现在去好好去 Google 危机，现在大家没有在怪你，只是希望你好好看懂规则，不然你这样出去再讲一次的话，到哪边讲都会被人家笑、被人家骂、被人家那个讲话这样子。对，你现在好好去危机 Google， 你就是 Google 看看说什么，你就打七对子跟二杯口能不能共并存，再打混一色跟断腰酒能不能并存。有人说二杯口可以搭七对子，不是啊，不是搭七对子，二杯口就是七对子的意思了，不是吗？啊，他就是两组一杯口啊。混不能跟断腰配，你上面打混一色哦。所以刚刚大家纠结的点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啊。DC 认证要多久啊？你，欸，我先讲一下哦，这边不是不让你认证进来，是大家真的都在忙，不好意思，没有谁是百分之百有空，因为小帮手是义务帮我的，我也不能催他，还是要求他对我做什么，所以再有点耐心，拜托，我拜托你了，因为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去拜托别人，这样其实找小鱼好了，或是管理员那些，我也其实都很不好意思去拜托他们帮我管台还是什么，我也都是很随意的说哦，嗨，你们在，然后可能看到多一个扳手说哦，没有啦，刚刚就是无聊找个值日生来帮忙管台。完了啦，我在打什么啊？刚刚在想二杯口跟混一色。二三，我没有在崩溃边缘，不是现在刚他的牌型已经卡住了，再加上有一个观众一直很想进 DC 群跟赖群那样子，嘿，那
那我现在就是卡在说他是义务帮我，我这样催他好像是他好像我好像是我付他薪水，他就是应该要帮我做什么事情一样，这样子。所以啊，我也每次都跟你们讲说那个什么加入 DC 赖群嘛，啊，等小帮手有空的话就可以拉你们进群之类的，我都讲这样的话，我没有漏掉任何一句啊。哦，好不妙哦！我打出去的牌才发现说，好多不该打哦。不是你没事啦，是他好像真的很急，可是曾经就有一个很急的进来，那我就真的是想说他真的很急，我就跑去跟小帮手聊，我说他好像真的很急。他就小帮手那时候回我说啊，我就在上班很忙咩，都下班再用啦，我就好像被小帮手骂了一样，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自责了很久。好了，结束了，哇，最后看到屁屁真爽，截图。嗨，凯兰。哎，不要那么凶啦，人家搞不好是第一个订阅我加我会员的啊。没有造成困扰啦，我现在看到你打字，不好意思，就是，哎，大概是这样啊。好啦，那个，你为什么又害我一次？我第一次害你好不好？我刚刚没有害过你吧？哎，凯兰这样子，你现在，我现在居然被我儿子叫我不要睡觉，为什么？打牌哦。对啊，我现在刚脑袋超爆炸的，哎，就突然要处理很多事情，又加上又要在打麻将，然后整个很混乱，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打牌还是在处理事情啊？好啦，就这样了。啊，等一下哦。有空 ID 给我加你一下。好啦，就到这边啦，我等一下就关台休息了，对啦，关台去剪片了，然后明天早上十点好吗？如果他有顺利开服的话，我们魔力宝贝见哦。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咯，各位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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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各位晚安。